来进去，袜子脱掉啊，秦思成。对，袜子脱掉。你是谁？老哦，我是他的生活老师。对，我们第一次见。快来看看爸爸，让爸爸看看你。来，快先洗澡，先洗澡，先洗澡。爸爸好想你了，所以来看看你怎么样。你想爸爸了没？啊？想爸爸了没？你衣服呢？我们要上晚自习。来，把手放进去。你晚上吃饭了没？没事啊，没事。爸爸了，爸爸给你做的菜，做的你最喜欢的是什么菜的菜？你猜吗？好多水哦。好舒服。是吧？嗯。准备端进去吃你的吧。那个池塘呀。嗯。学校到了。你坐在哪个？坐在哪个？这里的。好舒服，闻了一下，好舒服。这里没了，这里空的。坐好。我。我要让我兴趣班是三楼吧，三楼，然后我当成了小组长。当成小组长了。嗯。你看我。先吃饭了，待会儿给你看。搞着。你看，这本书，这本书是两颗星。这个也是四个。你怎么不家里面好想你呢？爸爸这么久没来看你，恨爸爸不？他说他不恨爸爸，但是有他这句话我已经足够了。